问主持的，即马是安怎？哎，主要是你主持，我主持。哎，爱看主持的，爱看主持。哎，有主持你做到的。有你敢问，拢不甲你吵。哎，人我是今日来到这欢喜，我因为我你大家我蛮欢喜。我长毛来啊，所以我讲。是我长毛欢喜啊。啊对啊，我觉得你今天很亢奋哎。没有，因为我跟你讲哦，碰巧哈，我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对，前阵子都较少咧做戏，对啊，给华台拢了解嘛，啊都闷在家里面，那跟大家一样啊，大家起码来一到假日呢，疫情快宽松起说，大家就往外跑啊，包括去旅游，对啊，一到不要到国外，到国内就可以，对国内旅游，哎，大家喜欢哎去嗨一下，对啊，啊我今天就是一样啊，比如说娇兰嘛，娇啊哦，扮出娇兰嘛，赶快来，我就很高兴，连续两天都出来熬。翱翔，你的高潮语无伦次，你的高潮从昨天到现在，怎样连续到现在？啊，明天就明天，我爹厝唔捌讲半句话咧，真的啦，除了讲电话，无碰上唔捌咧讲话。哎呀，能做咪隔壁我嘛唔捌讲八九号咧，咪袂使咧，因为我改烧声，主要无在来做电。我容易噪声，我会叫嘛。啊，你会叫哦。哎呀，啊，你看到人唔免人叫，厝边隔壁无论阿姆啦、阿伯啦、阿姐，你拢免人叫，啊叫了嘛会烧声了。哎呀，无麦克风嘛，对吧？啊，了解无？哦，啊，你们都还好问啊？你讲无爱站路。啊，今晚要唱什么歌过来？安排台语老歌曲，最后回车站。各位家己来，莫客气哦。谢谢，我李尚真正做人真正。你看我帅的咧，挂一支白色的目镜，我上爱这种目镜。真的哦。我到拢。白色框框眼镜，白色框框，你这还无挂出来？你做病的呢？还无挂出来？我只挂出，我做主角挂会挂啊？这不行啊！哦，不行不行，在台上一定要有哦，人给我看到我的目睭，然后牛栏佛嘞，你们牛，艺术家真大类的艺术啦，那来啦，安排这首什么歌？最后回家，袂记你啊呀，甲你讲讲句，讲句。过讲过就过啊！你干哪样？我讲你刚才问我，但你刚才我第一条我咪唱啥？我问你，我什么你也无讲，我问你来啥？我有问啦，我还记得咧，第一条记得，你还袂记？伴随我早起轰动的歌曲，谢谢安排第一条歌曲。这条歌是老歌，爱好好唱，好好唱，好的，唱好唱满，好不好？三段歌词都不一样的哦。这个我们坐火车拢坐高铁的哦，即摆火车的声音会比较乌。
感谢各位好朋友分享，感谢你的捧场。今天捧场是今来最让人在不隆中做的来，大家阿妈大家好，多多在厝边祝福，利用所有善心带的好朋友，会当一日好，两日好，日日招财，有进步。一日顺，两日顺，祝福咱大家出到好家顺，会当利用中有钱顺哦，谢谢。